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众等今日养成诸佛慈悲念力，诸大菩萨本誓愿力，说罪业报应教化地狱经，一个见律一心谛听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舍觉山中，与菩萨摩诃萨及声闻眷属聚，亦与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皆悉集会。尔时现向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今有地狱恶鬼畜生，贫富贵贱，种类若干，凡有众生闻佛说法，如孩子得母，如病得医，如裸得衣，如案得灯，世尊说法利益众生，亦复如是。尔时世尊观时已至，知诸菩萨劝请殷勤，即放眉间白毫相光，照于十方无量世界地狱修习苦痛安宁。尔时一切受罪众生寻佛光明，来诣佛所，绕佛七匝，止行作礼，劝请世尊广宣道化，令诸众生得蒙解脱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我今至诚劝请诸佛亦复如是，愿诸众生同得解脱。相与至心等宜痛切，五体投地，劝请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，愿以慈悲力救诸苦恼，令得安乐。皈依劝请世间大慈悲父，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梵天佛，南无不退转轮成首佛，南无大心光王佛，南无法种尊佛，南无日月灯明佛，南无须弥佛，南无大须弥佛，南无超出须弥佛，南无运如须弥佛，南无相向佛，南无围绕香薰佛，南无净光佛，南无法醉佛，南无香自在王佛，南无大吉佛，南无香光明佛，南无火光明佛，南无无量光明佛，南无狮子游戏菩萨，南无狮子奋训菩萨，南无坚勇精进菩萨，南无金刚慧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佛陀，南无达摩，南无僧伽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大慈大悲，唯愿救拔一切苦恼，令诸众生即得解脱，改往修来不复为恶。从今日去，毕竟不复多于三途，身口意净，不念人恶，离诸业障，得清净业，一切众邪不复能动，常行四等清净勇猛，执众德本，所为无量，舍身受身，恒生福地，念三途苦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不修不习，六度四等常得现前，三明六通如意自在，出入游戏诸佛境界，等与菩萨俱成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起怖畏心，起慈悲心，一心一意摄耳谛听。尔时世尊放眉间白毫相光，遍照六道一切众生，时现向菩萨为悯念诸众生故，即从坐起前至佛所，无跪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，今有众生
为诸玉足，错对展身，从足至顶，展之才气，巧风吹活，还复展之。受此苦报，无有休息，何罪所至？佛言：是等众生，以前世时不信三尊，不知供养，不孝父母，行恶逆心，徒而窥快，斩害众生，以是因缘故获私罪。复有众生身体顽痹，眉须堕落，举身红烂，鸟栖露宿，人迹断绝，亲族弃舍，人不喜见。如是恶报，名之赖病，以何因缘故得此罪？佛言：以前世时不信三尊，不孝父母，破塔坏寺，剥夺道人，着摄圣贤，伤害师长，曾无反复，背恩忘义，常行苟犬，玷污所尊，不必亲疏，无有惭愧，以是因缘故获私罪。复有众生身体长大，聋癌无足，婉转复行，为食泥土，以自活命，为诸小虫之所暂食，昼夜受苦，无有休息，何罪所至？佛言：以前世时为人自用，不信好言，不孝父母，为利反逆，或为地主，即作大臣，四政方伯，州郡令长，礼敬都护，视其为士，侵夺民物，无有道理，使民穷苦，以是因缘故获私罪。复有众生两目失明，都无所见，或抵树木，或堕沟坑，于是死矣，更复受生，既得生矣，还复如是，何罪所至？佛言：以前世时不信罪福，障佛光明，逢暗他眼，聋闭众生，皮囊渗头，不得所见，以是因缘故获私罪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今所说大可不畏，我等亦可以作是罪，无名所缚，不自意知，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于未来世方受苦报。今日至心等宜痛切，五体投地，起丧求哀，惭愧改悔，以作之罪因忏除灭，未作之罪从今清净，仰愿十方一切诸佛，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开光明佛，南无月灯光佛，南无日月光佛，南无日月光明佛，南无火光明佛，南无极音佛，南无最威仪佛，南无光明尊佛，南无莲花君佛，南无莲花响佛，南无多宝佛，南无狮子吼佛，南无狮子鹰王佛，南无金镜君佛，南无金刚踊跃佛，南无度一切缠绝众疑佛，南无宝大侍从佛，南无无忧佛，南无地利持勇佛，南无最踊跃佛，南无狮子座菩萨，南无弃婴盖菩萨，南无吉根菩萨，南无常不离世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佛陀，南无达摩，南无僧伽，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大慈大悲救护整皆，令诸众生即得解脱，为诸众生灭除地狱恶鬼畜生等业，令诸众生毕竟不复受诸恶报，令诸众生舍三途苦，悉道至地，并得安稳，究竟乐处，以大光明灭诸痴暗，广为分别甚深妙法，使得具足无上菩提，成等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
重复至诚，一心谛听。现向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复有众生简极音哑，口不能言，若有所说不能明了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诽谤三尊，轻毁圣道，论他好恶，求人长短，强污良善，增极贤人，以是因缘故获私罪。复有众生腹大紧细，不能下食，坐有所食，变为脓血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偷盗众食，或为大会施设肴膳，私取麻米，贫处食之，迁徙己物，但贪他有，常行恶心，与人毒药，气息不通，故获私罪。复有众生常为狱卒之所烧制，热铁贯身，铁钉钉之，钉之既气，自然火起，焚烧其身，其皆焦烂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作为真师，伤人身体，不能差病，诓他取物，令他痛苦，故获私罪。复有众生常在货中，牛头蛙旁，手捉铁叉，叉着货中，组织令烂，还即吹火而复组织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屠杀众生，汤罐灭毛，不可限量，以是恶业，故获私罪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今所说大可不畏，我等不知在何道中曾作如是无量恶业，于未来世方应具报，亦可即生应见此苦。简极音哑，口不能言，或腹大腹小紧，不能下食，人生何定？今日虽安，名亦难保，果报一来，不可得脱。一个人人觉悟此意，执心正念，莫负余想，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。吾为今日四生六道一切众生，以受苦者当受苦者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自在王佛，南无无量音佛，南无定光明佛，南无宝光明佛，南无宝盖照空佛，南无妙宝佛，南无地藏佛，南无梵床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殊胜佛，南无极音佛，南无金刚部精进佛，南无自在王神通佛，南无宝火佛，南无净月床称光明佛，南无妙乐佛，南无无量床幡佛，南无无量幡佛，南无大光普照佛，南无宝床佛，南无会上菩萨，南无常不离世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佛陀，南无达摩，南无僧伽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仰愿诸佛诸大菩萨大慈大悲，救护一切受苦众生，以神通力灭除恶业，令诸众生毕竟不复堕于苦处，得清净趣，得清净身，功德满足，不可穷尽，舍身受身，恒值诸佛同诸菩萨俱登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加心力，摄耳谛听。信向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复有众生在火城中，唐威其心，四门虽开，道则自闭，东西驰走，不能得出，为火烧尽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焚烧山泽，决策皮池，
火炮击子，使诸众生相偎而死，以是因缘故获思罪。复有众生常在雪山，寒风所吹，皮肉剥裂，求死不得，求生不得，苦毒万端，不可堪忍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恨道作贼，剥夺人衣，以自滋养。冬月龙寒，裸他冻死，劈剥牛羊，苦痛难忍，以是因缘故获思罪。复有众生常在刀山剑树之上，若有所捉，即便割伤，肢节断坏，痛毒心酸，不可堪忍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宰杀为业，烹害众生，屠割剥裂，骨肉分离，头脚心散，悬于高阁，称量而卖，祸复深悬，痛不可忍，已是恶业，故获思罪。复有众生五根不具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被鹰走狗，弹射鸟兽，或破其头，或断其足，生灭其翼，使受痛苦，已是恶业，故获思罪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今所说，大可怖畏，相与至心，等宜痛切，五体投地，五味十方，一切众生以受苦者，当受苦者，皈依世间，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净光佛，南无宝王佛，南无树根花王佛，南无唯位庄严佛，南无开化菩萨佛，南无见无恐惧佛，南无一乘度佛，南无德内丰严王佛，南无金刚坚强消伏坏散佛，南无宝火佛，南无宝月光明佛，南无贤罪佛，南无宝莲花布佛，南无坏魔罗网毒布佛，南无狮子吼力佛，南无悲精进佛，南无金宝光明佛，南无无量尊丰佛，南无无量尊离垢王佛，南无得首佛，南无药王菩萨，南无药上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大慈大悲救拔十方一切众生，令现受苦者即得解脱，当受苦者毕竟断除，毕竟不复堕于恶趣。从今日去，至于道场，除三障业，灭五部位，功德智慧具足庄严，摄取一切众生，同共回向无上菩提，成等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增道，一心谛听，信向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复有众生缘臂背楼，腰宽不随，脚跛手折，不能行步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为人惨客，行道安羌，施舍义谨，现罪众生，已是恶业，故获思罪。复有众生为诸狱卒，直系其身，家恒苦厄，不能得免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王捕众生，龙系六畜，或为宰主令长，贪取名物，妄系良善，愿速无所，以是恶业，故获思罪。复有众生，或癫或痴，或狂或癌，不别好丑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饮酒醉乱，犯三十六施，后得持身，犹如罪人，不别尊卑，以是恶业，故获思罪。
富有众生，其心短小，因脏甚大，管之生疲，被服尽饮，行住坐卧，以之为房，何罪所至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持身贩卖，自欲己物，毁他财宝，巧弄升斗，捻秤前后，以十二夜，蛊惑思罪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如佛所说，大可不畏。相与至心，等宜痛切，五体投地，为今日现受苦一切众生，当受苦一切众生，乃至六道现受当受一切众生，又为父母师长、信师谈悦、善恶之事，广及十方一切众生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无数精进心丰佛，南无无言胜佛，南无无余丰佛，南无月音丰佛，南无无意光丰佛，南无逆空光明佛，南无最清净无量般佛，南无好地住为王佛，南无成就一切诸刹丰佛，南无净慧德丰佛，南无净轮番佛，南无琉璃光最丰佛，南无宝德不佛，南无最清净德宝住佛，南无度宝光明塔佛，南无无量惭愧金罪丰佛，南无文殊师利菩萨，南无普贤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众等今日养成佛力、法力、诸菩萨力，为其祈丧，求哀忏悔，以受苦者，以佛菩萨大慈悲力，令其解脱。为受苦者，从今日去，至于道场，毕竟不复堕于恶趣，离八难苦，受八福身，得诸善根，成就平等，具足智慧，清净自在，同与如来，具登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
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Thank you.
我说
Yeah.